昨日已经在各大卫视与观众见面的《乡村爱情变奏曲》再次召开发布会，宣布该剧将于今晚登陆央视电视剧频道黄金时段。这是《乡村爱情》系列从第四部离开央视平台后的首次回归。赵本山表示，当年离开是希望到市场上看一看，而这两年央视也越来越市场化，从而有了继续合作。有关于央视不和的问题，赵本山接受采访时极力否认。我能跟央视不和吗？我是一个个体，怎么能和中央电视台抵抗？这不开玩笑吗？对于《乡村爱情》转战卫视，赵本山说，离开央视我才知道市场是什么样，我之前都没有给人谈过价钱，有人要就特高兴了，现在我了解市场是什么样了。而这两年央视也开始走进市场，不市场化买不到好片子，所以根本不存在不和。酷六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。